完全不敢看过去。他说：“好，过来，我们再重复。”你看我们的助理都不好，既然不敢看镜头，哎呦，对自己的容貌没有信心。你看我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四姐。大家晚上好，不是是下午，说错了。Action！来，欢迎来到 PS。 在今天12:45，我们即将开始一场500人的法会。那么12:30这边检票，进去1:00正式开始。设备是不是需要在我们的本地几次？几次了？从几年开始？挺久了。2011年看风水到现在，都很支持我们的师傅哈，对，也算是不错。我怎么称呼你？李先生。李先生哈，谢谢你的访问，谢谢。只是一个简单的，简单的。师姐也是有一些紧张啊，你讲一讲功课啊。很好的，我知道刚下了吗？没有，刚刚有空。买一模 A， 不是。可以。啊，我们喜欢的柔姬姐，来。是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长辈，很温馨的那种感觉。OK， 罗姐姐，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你参加这个法会是第几次了？你走到尾了。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法会，你几时认识师傅的？去年开始，差不多11年。坦白讲，我们的师傅好看吗？我会跟师傅讲，你说他好看的，有点机会可以追。OK， 谢谢你。我们看一下师姐随机抽起的幸运观众是哪一位？刚刚还没标了，我抽中就有奖，刚刚投票也是很好吧。老板，每次都是你问我，今天我问你，来，很好换啊，来呀、啊，换了过再换啊，嘎嘎换啊！今天是星期六，最好的马票的时间。OK， 我想要问你一些问题。你是参加几次了这个法会？这种讲座，大讲座，师傅的第一次啊，好幸运哦，一抽就抽中了，逃避哦。啊，那么。你认识我们的师傅呢？去年才认识的。COVID 的时候啊，坦白，我们再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无奈师傅演导不？演导，安生，偷偷讲给他搞。没来过，OK， 那么也是我们的风水功课。OK， 我很感恩你的支持。来拍一下，我的左边比较美。我记住，去到个合伙，到合伙卖你吗？到个合伙。来，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阿冠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在 Facebook 里面，我就是阿冠路哎。对，他很可爱的，很乖。你想做跑男耶？我喜欢的是我的。对。哦 ，Facebook 啊，你看。Thank you.
先进去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入场了。每年，哎，第三录音，好看吗？我不是你，我好看吗？这件衣服我等它促销三年，等三年，我终于等到了啊！等它促销了之后赶快买，然后三年后我才穿啊。每年的七月都很奇怪。前面都很少人坐啊，现在是颇陡是吗？前面是不是还要摆一点饭啊？OK， 你们，哎呀，啊，奇怪啊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啊 ？OK， 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其实为了这个，其实七月准备没有那么多的准备。但是就因为要写生肖，我现在写到兔子而已，啊，哎呀，真的，那写打算2024年就不再写了，太累了。现在呢，我的功力已经很大了。我现在看电脑，那个字都会看一个字都会赠送多两个，奇怪。好像是马币一样，一块换三块哈、啊。哎，这哎，西，为什么有两个？还摇一下再看，哎，就没事，还要点眼药水。啊，眼睛真的不行。啊，打字呢？啊，那个医生都告诉我，我问他我这个肩中炎怎么样才会好？他说只要我没看到你的书本出来，你就好了。我觉得医生很关心我，啊，真的很关心我。然后最后问我，今年的出了吗？因为每一年出都给他20本啊，那个假警官那个。OK， 七月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啊，但是如果七月大家看到真的哈、啊，看到前面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做，这个可以做。如果你们看到前面哈、啊、有摆那个饭的哈、啊，那个不可以做的，哎，那个千万不能做啊，千万不能够。你看得到看不到这是一回事，但真的不能做，不能做啊。而且七月啊，其实七月在以前。都是做大戏给啊好兄弟他们看的，慢慢变成是好兄弟的朋友我们去看，是吧？啊，还有啊，你们是不是以前现在今年是刚刚第一年嘛，是吧？今年是第一个七月哈、啊，上两年三年都没有开，对不对？对哈、啊，所以你们没有标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标吗？没，还有没？没有啦，怎么标？哦。Facebook 啊 ，Facebook 在那边直播标是吧？但是你们要记住啊，每一个七月的物品都只能收一年哦。一年之后啊，就应该不要了。但是如果是脚车呢，那就不算了。啊，什么样叫做七月的物品，知道吗？七月的物品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他们拿去祭拜的叫七月的物品，他们拿去祭拜的。那个电视机没有拿去祭拜，电视机你标了，你可以拿回家，不用紧的。但是有些小孩子，他的八字里面有刑冲破坏的，你千万不要标那种七月的东西给他哦。哦，他的八字里面有很搬当的，你不要标给他，好像脚车啊，或者是小玩具啊这些，啊、哦，小孩子啦，小孩子有一些。还有你们七月很喜欢标米，对不对？什么一包米哈、啊，算进本钱大概是30块，它飙到1000块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是拜的哈、啊，那个是拜的，不一样。那个你不可以说，哎呀，本钱30，飙1000，对不对？好过去 NTUC 买，不是的，那个是飙的。但是飙你们知不知道？在这里你们要写下来教你们，
啊，如果是事业不好的话，标第一包，第二、第三不要标。事业，事业英文叫做钢，懂吗？啊 ，when you 做钢，啊啊，那么特别是 property agent， 这里有没有 property agent？ 举手。现在抓得很紧啊，都不敢举手啊，又不是收马票啊，是吧？ Property agent 现在都是不可以举手了哈，抓得很严啊，这样。Property agent 就是 CSR 没有工钱，工钱很少了。保险，哎，保险没有工钱，对不对？卖保险的讲几句话，没有人看到你的，因为你的口遮出来，没有人知道是你。保险的有没有工钱？两。有啊，啊有啦，哎，有啊，我给人家骗很多年了。保险你知道我们很惨的嘞，没有工钱的，很惨的，有卖有钱，没卖没钱呢。等到我知道真的有哈、啊，有工钱啊，那个保单我要换人了。啊，他洗我的脑，哈哈。